色情的啦，啊，这个是鬼怪的啦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些都有，这些东西都是华社的，都是华文的，啊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看，你能够印多少量？他们可以印多少量，而且他们这个都是由内政部来批准的，批准的这些刊物，而且有刊号的。你知道哈拉卡要批准一个他们的刊物多困难吗？对、啊、你知道公正报要他们内政部批准他们一个刊物多困难吗？但是今天你看有什么劲爆了、好运了、这个风暴了、这个新生活了、晨报了，这些小报都是渲染些色情啊、暴力啊、这个迷信啊、鬼怪啊这些东西。华总有没有在这个方面提出某些非常大的这些功夫？我这个好颜色啊，我们可以带回去华总、我们在董事会里面可以提出来，让我们华总的人翁啊、他们领导人呢、我是其中的一个委员而已啦、那么我们就是只做我们也就是在一直做正面的东西、那我这个我想如果告诉我们的领导人呢、他们也会去注意到这个问题、好，那我手上有这个。